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欧舒丹，多多购买欧舒丹。对，反正一年四个季度都有适合你的。对，是，反正就买用，然后你的皮肤就特别棒。对，对，就像小鹿一样，皮肤很棒，对吧？也确实，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啊，与光同行，为爱守护。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支持我们的欧舒丹。那非常感谢小鹿的分享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掌声有请上创始人 Olivier Bessou 先生来到舞台，同时呢，再次有请欧舒。